的质疑，药厂总裁就表示可能会进行另一项的全球试验来评估疫苗的功效。阿斯特捷利康就表示，跟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疫苗平均有70%的有效，如果先打半剂再打一剂，有效率更高达90%，为疫苗的研究工作带来好消息。不过就有专家说，接种不同剂量的组别得出平均的效率未必能真正反映疫苗的效用，而英国首席医科学顾问就表示说，疫苗有效最重要。